近日，一份警校实习生的日记火了。我们来看看其中两篇。这篇说啊，我这个小年轻师傅婚都没结，居然对调解家庭纠纷这么有经验。再来看看，师傅今天带我下社区入户，街坊邻里的叔叔阿姨们对师傅是相当的热情，还有几个竟想让他当女婿。哎，是不是觉得这警察日记有点好玩？我们再来看这一篇。 打游戏的时候发现师傅也在玩，他的游戏名称居然是“别刷单是诈骗”，一起开了两把，师傅实在是太菜了。实习之后才知道，原来公安工作这么辛苦，熬夜通宵是常事儿，抓贼鞋都快跑掉。原来师傅的白头发是熬夜熬的，不是我气的。 写日记的实习生叫做许龙轩，来自四川警察学院。今年八月份，他到江油市公安局去实习。许龙轩的师傅呢，叫做关西诺，是江油市公安局的一名警察，今年三十二岁。这个实习日记呀、啊，从分到了派出所真没意思，到原来师傅的白头发是熬夜熬的。这派出所师徒二人的日常啊，是幽默又有点心酸，于是感动了许多的网友。 很多网友都表示，从这个日记里面真是看到了基层民警的辛苦。也有很多网友干脆开始坐等更新。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，进入四川观察直播间，让我们为这对幽默可爱的师徒去点个赞吧。